哦，看来它结束了，短短的1分56秒，有点让人难过，因为右侧的音质太让我失望。我只好把音乐接回来喽。哎，没关系，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搬搬。大家已经对看到我已经厌烦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一点都不会难过的。那么，我也觉得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事情，住在宿舍总是要忙很多事情，像是。在前天吧，在前天的时候，我办了一个演讲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讲这个话题要欢迎你爱上一点音乐。那么我找找看，然后我一边说一边讲，就是说那个演讲叫做《Love Line》，是关于黑人证件周以及关于三个抗癌的女生的故事。虽然三位女生最后不治癌症，已经离开了，过程影片中的过程呢，看得我是眼眶泛泪啊。不过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意义哦。至于之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打 Love Line 爱。是的，好啦，那哀伤总是要短短的就这样过去了。那么，我们来听 Justin Bieber 的新歌。好了，我不会念，对不起，就这样。他可能需要一点集气吧。够了，不要整我。
该死的 YouTube。我突然找到这个背景音乐，我突然觉得这个背景音乐好像好熟悉哦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这好像是魔物猎人哦，这好像是魔物猎人，好怀念啊！这让我想到了那些讨厌的魔物，那些魔物要打多久啊？想到魔物猎人就哀伤，那些魔物跟我们搭上了几年，多久呢？好啦，看来大家还是沉浸在棒棒的过程中，那我就继续放歌吧。这首歌叫做 Say OK Music Video。